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主成神记诵第四首看起，如来悉以能除牵，一切众生诸恐怖，而恒于彼其慈悲，此利忧神心无喜。这是第四尊利忧清净主成神他的赞颂。在前面我们看到他主修的法门是救助不为大悲藏，救是救济，是救拔一切众生危惧恐怖，从这个地方证得了圆满的大悲心。这成无上道啊，大悲心是菩提心利他的德用。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看到世尊为我们讲菩提心，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而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呢，跟我们讲的菩提心名称不相同。他第一个是讲直心，身心大悲心。我们将经论合起来看，古人常讲的经论合参了，于是乎就很清楚很明了，论里面所讲的直心就是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啊，这才是直心啊。很多人对于直心呢意思没搞清楚，以为我的心很直，对什么人都直来直往，毫无隐瞒，这是把意思错会了。菩提心里面讲的直心呢，是真诚到基础，诚，那什么叫做诚？我们有没有诚意？如果真的有诚意，你不是凡夫了，你是初发心的菩萨，发心住啊，你是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了。初住菩萨是刚刚发菩提心，你真诚心现出来了。我们都以为自己的心很直很诚，哪里晓得搞错了
愿解如来真实意也，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吧。前清曾国藩先生对这个诚下了个定义，说一念不生是为诚，这个意思。有没有把诚这个意思说出来呢？很难，但是说的是说的相似了。我们看到古德教人念咒，教人念佛，教人画符啊，怎样才灵呢？心里头没有一个妄念啊，真的是一念不生，这个咒就灵啊，佛号也灵，那画的符也灵，要一念不生啊。实在上讲，如跟佛都懂得，儒家讲诚意必须前面两个条件做到，意才真正诚啊，不是容易事情啊。里面两个条件呢是各无之知，这两个条件在佛法里面讲呢，各无是破烦恼障，智知是破所智障，二障断了啊，你的真心现前了，真心就是至诚心。只要有二障在，哪来的诚心呢？可见的这个事情真的不容易啊！菩提心一发，就超越十法界啊，不仅是六道啊。所以小乘人、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没有发菩提心。他们有禅定，这个禅定没有开智慧啊？为什么呢？没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他就开智慧了啊！我们这想出真正不容易啊！菩提心起用啊，对自己身心啊，身心古德注解说是好善好德，好善好德了，确实是至诚心的起用。至诚心的德用，对别人呢，大慈悲心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的至诚心没有办法现前，我们努力在这两种作用里面，为什么呢？用不立体啊，我在用上啊，在事用上下功夫，就能够证得了离体，这未尝不是一个法门呢、啊。菩萨就是
从这个法门证入的。啊，大悲心重啊，怜悯一切众生。啊，特别是众生在有恐惧的时候，啊，有畏惧、有恐怖的时候，他见到了，他听到了，主动啊，就来帮助他。这个是大悲心的表现呢。啊，从大悲心，从身心，啊，真正能这样修，真诚心现前。啊，什么时候现前呢？你脱离六道了，脱离十法界了。这就现前了，啊，没有现前的时候，你没有能力脱离六道十法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法，啊，对自己好善好德，对别人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了。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这个时候修的是什么呢？观行位啊，我们也在修菩提心啊，观行位精进不懈。永无退转呢，不断把这个境界向上提升，增长自己的道德，广大自己的慈悲。啊，出了三界了，但是没有办法处理十法界。这个时候我们的地位呀，晋升到相四位的菩提心。天台讲佛有六级呀，菩提心也有六级。啊，就六种啊，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修到相四。啊，跟菩萨相似，但是没有到菩萨的地位。啊，再努力，再精进，真正到无功用道，念念之中啊，只有一切众生啊。佛门常讲一片慈悲呀，这个慈悲呀，遍满了虚空法界，至诚心现前。为什么呢？妄心没有了啊！你的慈悲心呢，遍虚空法界。当然，你的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也遍虚空法界。遍虚空法界就超越了十法界。于是
帮助一切众生事情要不要做呢？不能不做啊。对自己有大利益啊，对自己的大利益是提升自己的境界啊。我们今天在人法界能把自己提升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四圣法界、一真法界，只有真诚为一切众生服务才能提升啊，与一切众生脱节了不能提升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念念不忘一切众生。这个设法界的界限呢，在你心目当中啊不存在呀！如果有分别，界限就存在；有执着，那是坚固的存在。啊，对一切众生，对人、对事、对物，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这个好。这个境界好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看到学人呢如是用功啊，啊，特别教导他你要保任保持，不要失掉。啊，认是你要认真努力去做。啊，做利益一切众生的工作。利益一切众生的事物，不管是大事小事，凡是有利益众生的，就得尽心尽力去做。做的时候，不分别，不执着，就相应了。一定要保持不分别、不执着，与信德就相应了，啊，与菩提心就相应了。你断我修善啊，你慈悲济世，但是你没有啊，就是你不能离开分别之处与信德就不相应。啊，信德里头确确实实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我们要想做到没有妄想难，实在是一桩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先从不分别、不执着下手。分别执着，那个心呢也有粗细呀。先从初念下手，啊，初的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了，你才发现的还有微细的分别执着，啊，再断微细的，
天天要断呐、天天在生活当中去磨练，这是修行，这真修行啊！真在这上做功夫啊！千万不要想自己的利益啊！想自己的利益错了，没有不迷惑的。你们想想看，想自己的利益，增长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如果天天在增长，你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其他的不必说了，一切众生的恐怖从哪来的呢？我们要多想想，要细心去观察，总不外乎执着这个根深是我，错误的执着啊！于是外面境界威胁到我的利益，恐怖就产生了啊！我们利益里面最大的利益是生存啊，是活命啊！啊，对我们的生存威胁到了，对我们的生命威胁到了，对我的生活威胁到了，畏惧恐怖啊！自然就现前了。我们看这个寄送里头讲的啊，如来悉以能遣除一切众生诸恐怖，这个话是不是真的？一切众生这个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当然包括我们在里面。我们读这句经文，有没有起了个疑问？我的恐怖还没有遣除啊，如来怎么说啊，悉以能遣除呢？这不是现在啊，过去生中久远界前，如来就把一切众生诸恐怖遣除了啊！啊，我的恐怖为什么还没遣除？佛这句话什么意思？实实在在说，如来确实在久远界把一切众生的忧悲苦恼这恐怖事情啊全部都遣除了啊，我何以没有得到这个利益呢？我没有接受啊，我不能依教奉行啊！这些道理，这些方法，啊，非常有效果的方法，
都在经论里头啊。那佛这个话说的就是真的啊，全在经论里头。你不相信，这不能怪佛，这要怪自己。啊，我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大善知识的教诲？啊，没有缘分遇到嘛，啊，这是可能。何以没有缘分遇到呢？在佛法里面讲呢，业障。这个话是真的。你如果真的想消除自己的恐怖畏惧，你真有这个心啊，真想消除，也想到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生活在恐怖畏惧之中，这个念头啊就有感了，就能够感应佛菩萨，啊，这个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会来帮助你，啊，那帮助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方法了，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了。就会让你呀有机会呀遇到佛法，感觉有应了。啊，遇到佛法之后，问题，你相不相信？你能不能懂？啊，你读经。听讲你懂得了，懂了之后你能不能接受？接受之后啊，你能不能落实？啊，能不能奉行？层层淘汰啊，啊，那就是看你的善根福德有多么深厚了。善根福德薄的淘汰掉了，虽然遇到了不相信，哎，相信了不懂，啊，搞懂了的时候，哎，做不到啊，啊，这做不到就是什么，我们烦恼习气力量太大了，我们学佛的这点善根抵不过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还是烦恼 当家啊，烦恼做主，麻烦在这个地方啊，善根特厚之人呐，啊，具有大福德的人呢，他能信、能解、能行，于是他得力了。依照经论里面所说的道理、方法修行，啊，把自己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改正过来，恐怖没有了，
畏惧没有了。啊，你看看印光法师70岁以后，他老人家常说啊，我不怕死啊，死都不怕了，都不在乎了，不放在心里了。你想想看，他还有什么恐怖的啊？还有什么畏惧的？没有了。这个话是真的。这在佛门里面呢，就叫做了生死。了这个意思很多啊，了有明了，有了脱啊，很多意思啊。唯有明了啊，你才能够真的做到了脱啊。你要不知道生死是一桩什么事情啊，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没有办法脱离畏惧恐怖。我们一般人讲怕死啊，贪生怕死啊，没法子做到啊。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于生死一丝毫的恐怖畏惧都没有，这叫了生死啊，叫了脱生死啊。在生死是个现象，这个现象是自然现象啊，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觉悟的人明了啊，明了之后问你有没有生死呢？有生死之事，没有生死之理。这个生死了啊，另外一个身又生了。佛家常说死生四大了啊，他不是讲生死四大，讲死生四大。这个身肯定要死的，要磨灭的。死了之后，我们一定会再得一个身，啊，就像换衣服一样，这个衣服肮脏了，破烂了，把它脱掉，这就好比死啊。我再换一件衣服，啊，换一件新的衣服，换一件什么样的衣服，这个事情不是小事了。我们要换一个什么样的身？一切众生身相，最殊胜无比的佛身呐！啊，我们这个身离开之后，能不能去换一个佛身呢？第一个目标啊，或者换个菩萨身，换个罗汉身，都还算是不错啊。你很聪明再其次的住天身呐，
也算不错了。啊，来生还能得人身，啊，得天身，啊，天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都算不错。啊，如果来生呢，换个畜生身，这个事情我们常听说啊。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在台湾听说过，中国大陆同修来看我的时候，也常常讲到大陆上这些稀有的奇怪的这些事情啊，啊，里头也有。人死了之后啊，投胎到畜生道。啊，有人投生到猪道。啊，死了之后他就换个身，换个小猪的身了。啊，有人死了之后啊，换了一个狗的身。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六道轮回是真的。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啊，这同学们来告诉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呐，如果要换这种身，怎么会不恐怖呢？怎么会不忧惧呢？所以说，死生死大啊，人。一切有情众生绝对不是说死了就完了了。如果说死了就完了了，我们学这佛干什么？这变得毫无意义了吗？真实的现象或者说事实的真相，死了并没有了啊，如果来生的事情没有好好的安排一下啊，死了以后到三途啊，那就是不得了了啊，那真的叫死了就不得了了啊。如果死了之后来生生到人天，死了也没有了。如果是超越三界，你死了之后来生生到四圣法界，可以说了了啊，在六道里面了脱了，脱离六道轮回了，才算是了生死啊！啊，所以不能超越三界六道，你的生死没有了。
啊，学佛真正的目的就在此地。啊，佛告诉我们，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对于三界六道，首先决定没有贪念。也决定没有嗔恚，用清净平等心来看待六道轮回，超越就容易了。所以佛是真的帮助一切众生，包括我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大慈大悲 啊，这个经典上早就说明了，阿含于彼其慈悲，这个彼就是一切众生，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他们的慈悲没有止境的，没有边际的。为什么？诸佛留下这些教法，刚才说了，我们好多人没有缘呢，遇到啊。诸佛菩萨要给一切众生做种种正善缘，帮助你接触到，帮助你遇到，啊，帮助你起心，帮助你理解，啊，劝导你儒教修行啊，啊，那肯不肯行呢？那就是你自己了。佛菩萨大慈大悲的帮助啊，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啊，你要真肯接受，真的明白了，依教奉行，没有不离苦的，没有不成道的，没有不正果的，这就是二恒于彼其慈悲也。啊，这一个法门利有清净主独成身，啊，他真的了。啊，说实在的，都是诸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啊，我们再看下面的一首，佛之广大无有边，譬如虚空不可量啊，华木成神思五月，能学如来之妙慧。第五尊是华灯焰眼主成神，啊，这是他的赞颂，啊，他的报告啊。在前面我们看到他主修的法门是德普明了大智慧，了佛大智，这个是
真实的善根福德。当然也要有殊胜的缘分，我们才能真正知道佛的智慧是圆满的，功德是圆满的，福报是圆满的，能力是圆满的，相好是圆满的啊，所以我们总起来称呢，大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为什么？自信本具之等啊，发而如是啊！啊，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样子嘛，绝对没有一丝毫勉强。诸佛如来性德如是，一切众生性德亦如是，无二无别，只是众生在迷。虽有本具性德，不能其用，诸佛在居啊，信得圆满其用，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相信佛的智慧广大无有边，譬如虚空不可量，你真相信了，相信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就是这两句偈子所说的，我们不只是啊，单单信佛有，我没有，这个信心，诸位想想，又有什么用处呢？相信佛有，相信自己也有，它就起作用。对于自己的修行生起了真正的信心，相信自己的心性，跟诸佛心性是一不是二，诸佛也是凡夫修成的，能够恢复自信圆满的德用。我今天在凡夫，凡夫位啊，他能修得成功，我就相信我也能修得成功。他是过来人啊，提供给我们最殊胜的方法啊，他是怎么修成的？在经论里头，他把他的方法提供给我们。
说得好听一点，客气一点，提供我们做参考。我们如果真的明了，真的认识了，就学习他这个方法，效法他的方法，我们自己必定能够证得。这个利益大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修学，这样的体认，这个佛经念了有什么用？我们在这里讲，说听，说听又起什么作用？不起作用啊！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实的利益得不到啊！那就是古德常说的了：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相信了，明白了，觉悟了，真正能够模仿学习依教奉行，我们能证自信广大无边的智慧，试问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你们是不是想得到像诸佛如来一样广大无有边际的智慧？如同虚空啊，不可限量啊！我相信大家答案都是一致的，想啊，我很想得到啊。为什么？只有真实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事出世间，不论是大事小事，智慧现前，迎刃而解。智慧现前，所有一切的障难烟消云散了，都化解掉了，都不存在了。你想想，谁不想呢？那你真的要想得到，你觉得真的要学习啊。学习的方法没有别的，千经万论啊，总的学习纲领原则就是除障而已啊，两个字。你把你自信之所以不能够现前的障碍，你把它除掉，这问题解决了。诸佛如来无非是这个
障除尽了，我们尊称他为佛陀啊。菩萨正在除障，还没有除干净。啊，我们称他菩萨。啊，我们要想证得如来果地上的境界，那现在学菩萨除障。啊，菩萨除障从哪个地方开始呢？从哪里做呢？第一，把心量脱开，从这里下手啊。心量脱开呀，就是把自私自利这个根本的障碍除掉了。啊，想想我们先前起心动念都为自己，不但障没除掉啊，这个障天天在加深，天天在加重，这样下去，我们要到哪一辈子才能成就呢？说个实在话，没指望啊。所以，经不可不读，经不可不听呐。啊，它帮助我们除障啊。要读千遍，读万遍，我们才真正醒悟过来了。啊，你才会真干。没有清醒过来，永远迷在这个里面。你不可能回头，换一句话说，你不可能出场。啊，华木成神，他懂得，所以他能学如来之妙慧呀。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